是心多少鼻子是怎么回事？我又不是真的感冒，就想要流鼻血的感觉。下面那个榜一的字样没了，就被榜几榜几，但是上面还是按照顺序排的呀，就是你们上榜的那个顺序还是那个脉络七个，这有什么变化吗？有什么变化吗？ VIP 才能看到小时榜哦。喂，就是眯会儿，我问你有啥变化你就眯会儿，你就行。心疼回不去的笑容，红尘中盼相逢，多少只心多少梦。出
充什么？充1元能看到。不知道啊，他这是怎么回事？现在我看我们主播自己能看到吗？主播还是能看得到，还是可以看得到。榜不是还都在吗？咱也不知道搞啥，我感觉没什么变化。福袋开了吗？恭喜我们中奖福袋的崽儿。冲哥，你的灯牌升的挺快的，八级了。欢迎天地哥。回家的家人灯牌没有亮的，点一点啊。李哥，你的灯牌是灭的。哎，我真的好像感冒了，说话的声音都变了。嗯，他一生拈花一笑吧。在对方口中，我这个朋友值得想念吗？那时候多天性，闹出多美好的笑话，埋在了心中发芽，无法再靠近的花。那个我去爱的亲爱的相爱的听说一下。
拈花一笑，好听吗？这首歌。梦中有我，梦中指不定有谁呢。我们来的家人，没有点关注的，左上角的关注点点。点了关注家人，我们点点灯牌，送一个灯牌。然后我们一起直播间的家人帮忙热水点点赞啊！我们觉得好听的小礼物可以上个榜，支持一下主播。还可以选择礼物餐馆里面，你们可以冠名喜欢的礼物冠名。还有一首歌叫《你在我心里下了一场雨》。老板的小号，哪个是老板的小号？谁是老板？请问，点赞现在算 PK 里了是吧？我不知道。那个，哎呀。他好吗？穿了他一件婚纱，还会为他的说起吗？在对方口中，我这个朋友值得想念吗？那时候多天真。哎，咱们直播间还是要点的。美好的笑话，埋在了心中发芽，无法再靠近的花。那个我去爱的亲爱的相爱的姑娘，听说已嫁到了南方。我躺过的靠过的改的不知道了，我是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呀。那些我等过的疯过的，结果这首歌是于洋的你在我心里下了一场雨，你们仔细听啊，这里面有一个有声音，大雷的声音，每次我都被他吓一跳，我以为我们外面真的大雷下雨，虽然广州这两天确实。想说亲爱的别犹豫，分手只需要说一句，我不会明知结果仍继续，费力讨好自讨没趣。别用什么来做比喻，就像头顶上的阴雨，我无法挡住爱的暴风雨。
后一句，我不会明知结果仍继续，对你好好自讨一句，用什么来做比喻，就像头顶上的阴雨，我无法挡住爱的暴风雨，所以假装无所顾虑。你们没有听到里面有一个打雷的声音吗？第二段 B 那个第二遍 B 段的时候，高潮段落的时候，欢迎用户8509。刚这首歌好不好听？最爱的、亲爱的、相爱的姑娘，听说嫁到我今天戴耳环了耶。我躺过的、靠过他、听过的肩膀，被时光偷了模样。那些我等过的、风过的，你这不是来听曲儿，也不是来看我的，穿过也脱过的，来睡觉了呀？啊，都挂在那儿不说话，是不是都睡着了？如今的他们，愿别来无恙。好，我们还可以弹一个这个，99不退一步，好不好？来得及留的背影，别再消散。我是不是要过敏？我就一直这里疼，这不是这里痒那里痒的。感谢关注，欢迎所有新来的宝宝。99不退一步。老了。咋突然间就老了呢？瞬间变老了呢？之前你不还是壮男吗？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年轻。这段情做了个分析，未知现状不会有结局，一路为你撑伞我去淋雨，理所应当是你的逻辑，为这段情我已尽全力，你却不敌我万分之一，继续经营只会一败涂地，其实只算是我的专辑。我能否99不去爱你，也能喝对一步就放弃，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，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。我能否99不去爱你，也能喝对一步就放弃，
好不好听吗？这首歌小二唱的不好，他不是下播了吗？你怎么把他给惹了？我也心情不好。为这段情我已尽全力，你却不敌我。双方去维系，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。我能走就是就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感情多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不理。我能走就是就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，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。我能否就是就不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感情多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。叫九十九步退一步，那个叫魏佳艺的歌。我们今天看到好多新来的宝宝，欢迎新来的家人们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啊！然后我们点了关注的家人们可以给热水加个团，加团的宝宝可以点歌。我们回家的家人把灯牌亮一下，没有点关注的给热水点点关注。然后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帮忙热水去点点赞啊！魏佳艺还有一首歌叫《忘川的河》，这首歌你们应该听过吧？其实这些都是这两年出的那些，算是抖音红歌，也可以说是网络红歌。忘川的河，所以你们经常在抖音上跑的，应该都听过的。啊，那个清澈歌。还说你老了，跟你老不老有啥关系？你不在天天在抖音上跑吗？这些歌都是各大直播间天天放的歌，怎么可能没听过？都是热门歌曲，都是热门歌曲。哎，不行，我要打喷嚏。哎呀，我这是感冒了吗？但是我并没有迹象，哎，没有什么先兆呢。